你好，我叫小兰，我在牡丹台 school 放学学习，我五年级。我们就要把黑糖加入一点温水融化，把泡打粉加入一点温水融化，把它们一起搅拌，把面粉一点一点慢慢加入，搅拌均匀。把它们放进碗里面，煎20分钟。你的发糕做好了。